刚刚花了4分钟，看这一次可不可以时间变短哦。你手已经离开绳子了。嗯，手离开哦。班长说可以了，请放下，手要离开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不要急，后退一步，请你们后退一步，离开绳子，收放他，后退一步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？没有。好，那三角形就结束喽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。那五角。像不像预饭团？